热烈的掌声，谢谢，让我们欢迎圣结石。感谢我们，哎，那这个麻烦您哦，对，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太方便。我这首歌大家应该有听过，叫做《一定会追到你》。还没，哎，没事。网友又在那边留言了。你说你想看周杰伦演唱会，我马上跑到爱蹦排队，结果你跟我说抱歉，原来不是跟我约会。虽然你喜欢的餐厅真的超级贵，但是为了表现评论我都说 OK。 十五盒子中我便出现，你说怕众人看见，美丽的表演，幽默的感觉，虽然你还是盯着手机画面。我希望是寂寞你的，你却说你今天有点赶时间。我一定会追到你，心甘情愿做你的快递，从新店寄到淡水巷，到你家送宵夜。我一定会追到你，就算分开也没有关系，买衣服包包新手机，只是想要逃避开心。哇，有点紧张哦，所以说那个稍微小错了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哈。虽然一定不会，这也不是第一天，只有担心挂念你是否遇到危险。暧昧之间忽近又忽远，你说没做好准备。你家的路线其实早会背，只是故意下车靠你近一些。我希望时间慢一点，你却说你今天有点赶时间。我一定会追到你，心甘情愿做你的快递，从新店寄到淡水巷，到你家送宵夜。我一定会追到你，就算分开也没有关系，买衣服包包新手机，只是没想到那天你是你进家送稀饭到你家楼下，来的是一个心让我惊讶。那个迷人的侧脸仿佛是上杂志封面，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机会。死心塌地也没有奇迹，从新店骑到淡水线，就算是台风天我一定追不到你，你只把我当成提款机。为什么不能一个决定，就算不喜欢。虽然你喜欢的餐厅真的超级贵，但是为了表现评论我都说 OK。 虽然一度不回，这也不是第一天，却又担心挂念你是否遇到危险。暧昧之间不仅有不远，你说还没做好准备，却又给我机会。为什么不能一个决定，就算不喜欢也没关系，麻烦来点掌声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 ，nice， 谢谢，有欢呼，有我听到了，很好。后面刚刚有用那个 LED 稍微晃一下，我有收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哦。对，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我觉得有点寂寞，因为这首歌呢是我第一次自己唱，哦，所以说它是一个情歌对唱哦。那这首歌呢是记录就是我跟老婆的这个两年多来的一个婚姻的心血历史。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交往是甜蜜的事情，但是走到婚姻就也蛮好的。对，那所以说为了记录这样子的美好，这样子的甜蜜，我们特地写了一首歌。那所以待会哦，我想要麻烦大家一下哦，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过这首歌，那如果会唱的人慢慢帮我唱一下女生，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其实有一点 lonely， 我负责唱男生，你们负责唱女生，这样可以吗？ OK 吗？哦，有点头，非常好， nice， 可以，有点好，非常好，那就麻烦音乐请下了好吗？真的不想嘴哦。
刷林俊杰了，知道吗？不知不觉我们在一起都两年半，还是会每天在你上下班，为你学会洗衣煮饭，任由你使唤，有点小声不过还不错，生活可以很简单，又回到牵着手的公园，其实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夕阳下蹲陶醉，开不了口那不如就让你先说。我看到了，你一直追我，举牌举得很好，从来不说 no， 你小题大做，情绪失控，沟通也没用，交往前交往后怎么个心截然不同，我已经很努力尊重互相包容，讯息不收电话不通，整天打电动，你画着超主意的借口，你还敢说我，我真的不想醉，你看你又对我敷衍，我才不想跟你吵这些浪费我口水，这话想对你说，夕阳下的陶醉，开不了口那不如就让我先说，你一直追我那么温柔，从来不说 no， 你小题大做，情绪失控，沟通也没用，交往前交往后怎么个心截然不同，我已经找旧衣的借口，你还敢说我，我真的不想醉，你看你又对我敷衍，我才不想跟你吵这些浪费我口水，接下来是你们该你们先哦， OK 哦，来咯，你小题大做，情绪失控，沟通也没用，交往前交往后怎么个心截然不同，我已经很努力尊重互相包容，你讯息不收电话不通，整天在网购，你画着草就一个结果，你还敢说我，我真的不想醉，你看你又对我敷衍，我才不想跟这些浪费我口水，我们都希望对方更体贴，多爱我一点，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这个欢呼声我听到，谢谢，那谢谢大家愿意听我演唱完这些歌曲哦，因为其实我的临场经验还不是很丰富，那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学习跟磨练，那尴尬的事就是我的歌唱老师现在在我的台下，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creator 叫嘎老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频道，还不错，在唱一些歌唱的教学的，那嘎老师我们就回去再检讨咯， OK， 好，谢谢大家，我是你的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谢谢任杰师，非常甜蜜的两首情歌，现场都冒起粉红泡泡了，真的很好听，而且这两首也是传唱度百分百的，我看到刚才舞台下面有好多人就跟着歌曲在起舞了，那个景象真的很可爱，非常的谢谢。